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Ensemble。那最近非常火红的一个话题之一就是 Clubhouse。在 Clubhouse 上面啊，如果大家想要得到比较好的音质的话，该怎么做呢？那今天推荐一个东西给大家，就是这个。OK， 这个东西呢叫做 iRig Pre 2。那它这个是它的第二代。那这个东西呢非常适合用在 Clubhouse 里面。现在来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它好用的地方在哪里。首先呢，Clubhouse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你没办法接上任何的录音界面。比如说我今天我要用个麦克风，那我可以接上一台录音界面，然后我可以接在电脑里面做录音嘛。 Clubhouse 的话它就没办法这样做，即使你有适合的 USB 线、适合转接头，它就是没办法这样子做。首先呢，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头的地方是用 3.5mm 的这个头，当我们要接到手机的时候，我们就准备一个 3.5 转 Lightning 的转接头，让它直接接到 iPhone 里面去。那接到 iPhone 之后，我们再开 Clubhouse， 它就变成是用你接在上面的麦克风做收音。那这个 iRig Pre 2呢，它有一个功能是它可以开幻象电源，意思是如果你的麦克风是电容式麦克风也可以做使用的。那这个东西不只是用来做 Clubhouse， 但你想用手机直接做录音，或是你要做 Podcast， 其实也是没问题。那我们就实际操作一下在 Clubhouse 里面它声音的表现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听到这个就是透过我的麦克风接上 iRig Pre 2再到 Clubhouse 的声音。它可以听到它的声音是非常干净、非常清楚的。对，像我画面外有人在讲话，事实上是收不到的。OK， 总之如果你想要让你的 Clubhouse 的音质比别人更突出更好的话，那就非常推荐给大家这个 iRig Pre 2， 然后搭上你的麦克风，对，大家可以来试试看。